南纺凯博建设机械科技有限公司是中国建设领域的高新技术企业，依托转化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建筑机械化研究分院的领先技术，从不断创新中发展，围绕现代施工要求，以开发建筑工程关键技术装备特色，服务于现代工程建设，是建筑施工设备创新的领跑者。凯博科技承担国家科研项目试制和产品化推广工作，拥有国家级电梯实验室、建筑机械实验室、钢管脚手架与扣件检测实验室，科技成果300多项，制修订国家标准200多项，60多项科技成果获国家或省部级科技进步奖，与国内外3000多家企业有技术合作。砂浆及混凝土机械，凯博长期从事砂浆与混凝土施工机械的系统研究，主导产品包括 XHPS 系列细石混凝土泵以及 UB 系列砂浆输送泵，这些产品能够适应恶劣工况与国情特点，其中 UB 系列产品销量居于国内砂浆泵市场首位。凯博 UBJ 系列砂浆喷涂机成功解决了挤压式砂浆泵脉动问题，成为砂浆喷涂的理想设备。UJ 系列砂浆搅拌机包括连续式、周期式以及立式、卧式等多种机型。AG 系列流动式干混砂浆仓用于干混砂浆现场存储，是支撑绿色施工、推广应用散装干混砂浆的关键设备。结合市场需求，凯博又研究推出了砂浆联合机、CA 砂浆灌浆泵、地源热泵深井回填机等多功能设备，这些产品广泛应用于工业与民用建筑、水利、高铁、公路、市政等领域。在三峡工程、南京长江隧道、青岛港码头、锦屏水电站以及京沪、哈大、京广、沪昆高铁等100余项国家重点工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。发展是永恒的主题，合作必将促进发展。凯博人愿意优质的新技术产品携程为您服务，让我们在愉快的合作中协同发展，共创辉煌。